哎，贾别放烟了，你说，人家打了你。啊，来，老乡，别在百香外边，在那百香外边啊。对呀。所以咬住了，我屎跑得非常快，你不知道。你咬住不得了是吧？来，好，再让他们到，他们抓紧时间了啊。我好累，我不想看了，我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出去吗？啊？咋不走了？出去了啊？哎？累不了我去了。小姑娘都站在白墙外边，拿个盒子给你打球啊！你不打我了？啊，打好了！把路走了。猴子骑独轮车啊！今天晚上有猴子跳球，猴子滚球，猴子跳舞啊，有猴子变脸带给大家。今天晚上小猴子首先来个滑稽的表演啊！今天晚上没到彩排抓紧时间，看着演出的风险。好，第一道节目，想为大家来套小小的、小小的戏目，来套大蟒蛇吃小鸡，带给大家来。想为大家带来了大蟒蛇吃小鸡，带给大家。大蟒蛇吃小鸡，哎，在哪里？看到没有？还没放出来。我这个脑袋都，你这个脑袋都小鸡。把人吊着，我打两板子来。休息两分钟啊，马上给大家跳个舞，不跳舞干啥？你见过人跳舞的，没见过猴子跳舞的，今天晚上叫猴子给你跳一个啊。好，那个边戴帽子边干表演，边大一点点。小心点，一边大下去，一分二，二分四。哑子，你不听、啊，回去，不要看。来个边大一点点。你会打陀螺吗？Thank you.